头晕不舒服啊，头晕不舒服。我看到那个天上，像那个云的地方有一个像雨伞一样或者草帽一样的啊，有东西滑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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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滑下来的是天人呢，天上的天人，天人呢从那个天上滑下来，先到广西那边，现在天庭又回到广西那边了，先到广西那边，先到广西那边，到了广西那边，那些大部队的就下来了啊，就下来了啊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叫维稳，维稳的要解决根源啊，解决根源。解决根源，首先要解决哪些呢？哪些曾经，强行的搞那个打土豪分田地啊，打土豪分田地啊，那种啊，执行那个打土豪分田地的那种啊，把社会全部搞乱的那些啊，那些人，他们的后代，然后其他的对叶子啊，要把它纠正回来啊。这个纠正回来，我们看起来，很难很难，也看不到，时光也没法倒流回，也看不到历史进程怎么样啊。但是那个天上的人呢，就看得一清二楚啊，所以要重新纠正回来啊。他们有才有这个能力啊，有这个能力。首先把搞乱的那个打土豪分田地，那一个影响极坏的。应该先把它纠正回来，先把它纠正回来啊，先把它纠正回来，打土豪分田地啊，地球上实行的不是共产主义啊，地球上实行的不是共产主义，而是实行的资产阶级啊，所以啊，打土豪分田地哪个地方做的不对啊，你走哪里去啊，都是行不通的啊，都是行不通的。所以首先把那个问题要纠正啊，首先要纠正那个打土豪分田地啊，曾经受害的那些灵魂呢，然后重新把那个给他分数给加上去啊，重新加分，分的土地的人啊，那些灵魂慢慢减掉，实施那个杀人的啊，打土豪的大大的扣他的分啊，然后。重新来拍戏啊，反正就每个历史时期，每一件就错误的事情，都要纠正过来，都要纠正过来啊，都要纠正过来啊，这是在，这是有天上的天人，必须要做的事情啊，这个现在的社会是建立在很扭曲的状态之下，很扭曲的状态之下，所以你把那个前面的，都不把它纠正回来的话，这个是。那不行的，所以要重新把以前搞错的救回来，一个方面都要救回来，现在很多的处理的是灵魂的事啊，所以灵魂的事情是跑不了的啊，灵魂的事情跑不了的，加分减分，这上面是跑不了的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